我辞职。哎，严头，严头，谁动严头，我动他全家。谁逼走严头，我就算穷死也一秒都不会犹豫，跟他一起走。反正我们现在都站在这儿了，要辞一起辞，要走一起走。陆总监，你也别再为难一个实习生了。那几篇帖子，我猜你自己都不信吧？把事情搞得这么难看，无非就是冲我来呗。但你再这么搞下去，就有点恶心了。今天你要的结果我给你，我辞职。哦，严总，不能走啊！跟大家在一起工作这么久，是我这一生的骄傲。再见。哎，严总，严总，等严总，你干什么？你等会儿。卢总监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一份工作而已，干嘛争成影帝啊？不就跟严头过不去吗？严头是我师傅，他带了我三年，我们做了100多期专题，每一个专题都是为了让女性更强大、更自信、更美好。这不光是盛装的宗旨，也是我一个普通员工的理想。你要说到理想，谁还没点理想啊？反正我就这么个态度，谁动严头，我动他全家。谁逼走严头，我就算穷死也一秒都不会犹豫，跟他一起走。反正我们现在都站在这儿了，要辞一起辞，要走一起走。邢姐，那我就听你说吧。肖主编、陈主编，我们编辑部专题组全体辞职。肖主编，牵一发动全身呢，就是想动一下窗户，你能想到他们居然把整栋楼给炸了吗？陆彬彬呢？干嘛呀？副主编，这辞职怎么处理呀？老卢，你差不多得了啊！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搞得这么难看。副主编，像这样的辞职是批还是不批呀？哎，老鲁，你冷静一下，走走，我出去陪你聊聊天。走，你别动，这个事情你现在必须要说清楚啊！说什么呀？那帖子是真是假都不知道。帖子重要吗？现在重要的是什么？副主编要是批了，他们就是辞职；要是没批，他们就是叛变造反。老鲁，你上纲上线上瘾了是吧？啊，他们辞退又怎么了？是你管得着的吗？是肖主编一个人力资源的事儿，你还挤兑陈主编搞内斗，给你发奖励是吧？啊！肖主编，你都看到了，太吓人了！这帮人，盛装现在是人心所向啊！可以，我闭嘴不说话了啊！但是啊，如果有天盛装倒闭了，你们一定要记住。你们是有机会可以拯救盛装的。那个时候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在自掘坟墓。吓死我了！我看今天的审题会也很难继续下去了。今天就散会吧，开音，你说呢？散会。